子琪啊，这是咱的芝麻吗？应该是。可是咱妈说过，收芝麻了和我们说一声呀。我去问一下。哎，快来一下。哎呀，子琪啊。爸，谁家芝麻放在大门外了？是不是？你去看看，这谁家的芝麻？你说谁家芝麻？我不知道呀，咱家芝麻还没收呢。这都是咱家芝麻，我跟你妈天天都去收芝麻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和我们说一声的。你妈心疼你们呀。啥事儿？子琪说不知道啥芝麻放在门，我赶紧来看。子琪，这咱芝麻呀。妈，芝麻都收完了吗？啊。妈，怎么不和我们说一声呢？你妈这是故意瞒着你们。子琪不。哎呀，娘子，这有啥不能说的？你妈心疼你们太累。妈，你应该多歇歇嘛，不能干重活。多，给你说件好事。啥好事？前段时间不是去住院好几次了？我觉着有点好转呀。真的吗？比以前好一点，现在也能去点干点农活呀。妈呀，那太好了。还有一个原因。啥原因？这段时间我照顾好呀。你照顾好？那是。你看啊，这两年我苗长一生气吧，再一个家里有农活都是指望我呀，所以说是我照顾好呀。妈，你真的好点了吗？有点好转，能稍微干点活呀。那太好了。过段时间啊，还得去复查一些。哎，都是老毛病，以后有啥农活了等着我们嘛。还等你们？早上五点多呀，天还不亮，你妈说该去接收芝麻，我说等一会儿，太早。她刚说太懒呀，去接收芝麻还不能给她太累了。我能拨动两捆芝麻的呀。哎呀，你可别再说，你现在才刚好一点呀，还抱两捆芝麻，你在乎不我心里感受呀？你啥感受？还啥感受？担心你呀。妈，你现在刚好一点，可不能一下太累了。倒是嘛，咱急又忙不完了，没有急事嘛，别着急，你去歇着去吧。我得干多说说话的。那你去菜园摘点菜去吧，中午多给他吃饭。中午不用，等会就回去了，吃完饭再回去。多子琪，你妈现在是和我一点，可是也不能一下子太累呀。你说的对。我意思是农忙的时候你们不用过来帮忙。爸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本来也没有做这个活嘛，都说这回收芝麻一天都收完了，我咋说都没有用，你妈都一句话，你们现在正装修房子，不想给你们太累。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回来干农活了？不是不叫你们回来干农活，现在道上好花钱啊，你们装修有忙，等装修好了再说吧，收玉米了回来当忙忙都中。我去摘点菜回去了，拿回去。妈，家里有菜，拿回去吧。子琪妈，多吃个饭再回去呀，你现在都念多回去啊。我可不是这意思呀，多了解我。我了解。不理他。妈，咱一起去做饭吧。